让我玩哦，来，我配两手，来，别人要一百哦，两个人要一百哦，来，好来，来，两个人要一百，好来。啊、这对牌子要准备一百，你跟我骗，你跟我骗，这对牌子要准备一百，来，小宝姐一百块，小宝姐一百哦，这对，边小宝姐，小宝姐来，谢谢，感谢你来。好啦，下一样来，就是边一箱什么呀？上边一箱。边啊，边啊。边啊，大姐。好啦，方便等我。香肠的，香肠的。啊，我拢在抢啦，三百一杯哦，啊一杯这个来，来先来方便等的。两道五。啊，两道好啦，来，我听下。无事的啊，无事的啊。来，你今日方便等的两个听哦，外口炸蛋两斤，我四斤，今我等下要用，用我烧热啊，一碗四斤，两碗八斤。三万八哩，四万的，四万八啦，五万的，五万两百，六万的，也是，那边吃两个，变两包，六万哩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玉米两汤，一包一包，那边的黄梅汤啊，一百块，一百，一百，六万嘞，一百块，哦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啊，你表弟讲，伊这妈妈不爱吃黄梅汤啊，伊不爱吃黄梅汤啊，你这个用我烧热嘞，哎，不热，直接开火用哦，你这个喜欢破的，早进了，那纸箱烂掉了。来，我这边有四百道哟，好来，四百道准备，我是有钱就有钱，无钱就无钱，我袂甲你骗啦。他上面都有写了，兄弟，那我现在在开客家语会，客家语会，去去，去去鱼肚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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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肚，过来，来，我是卖鱼皮，我卖鱼肚啊，来。鱼皮炖的炒，炖的炒，凊彩哩，炖的肉嘛好食。保证无饲客家鱼话，一包一斤，外口门口买怎啊？一斤偌济？上无二啊，二至二啊五。来，要请人客，要二啊五，要食两包了，两包两包。来，我讲啊，好饲啊，一包我送你两包哦。无饲无脱皮的，搁带卖两包了，两包两包。来，三百皮，我先买只，吃一包。来，吃两包，我先买三百皮，吃两包哦，两包两包，四目鱼皮两百块，保证无饲，搁无肉，无肉搁无，搁搁无脱皮啊，我先买只两包两包。两百，两百，你妈买过一块买啊？上当一包等于六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三百一杯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我先买三百一杯，一百块一包一包，四包一瓶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一包拢有啊哦，一包拢有啊，我收起好啊，谢谢，感谢你，好啊，来买三百一刀，一刀，来买三百一刀，两个歹势，三百一刀就较贵啊吼，四包一瓶就比较贵了吼啦，哦，我袂甲存钱俩，存钱俩无啊，来你个买三百一刀，两个保证无饲，万家讲保证无饲啊这样，99%。哦，你就是人工买鸟的，99%买咩？我留一趴啦，我留一趴就是人工，有时拄久我是无鸟着，我歹势差一两支麦搞计较。客家鱼话，有解含保险，然后好吃比脸大，其他一个接着两百五，两个要四百，来要请人客五百，四五一度先买只五百五百。客家鱼话啊，先买只，这个够哩，这个够哩，这个够哩，我伫遮做固定的啦。民家82免烦恼，有本地摕上来。我吃三个，我刚刚发五百，就是品质有稳定啦。七个五哩，七个五哩，七个五哩，一人四个，一个俾你八哩尔，七个五哩，刚刚好。三个人个五个，五百了，五百五百，来四百做这么些，五百五百，到尾五百五百，五百，我帮到尾五百，我来，我讲啊，注意听哦，这大地哦。我一个一百，我保证你有看袂袂到，一百呢 XL 门底有啥？哦，这不是 L 的哦，这不是 L， 这是 XL 的哦。来，买会落你买，买袂落我收起来。这个搁吃我的，这个够哩，这个够哩。一块三百多，袂你往前个落去算，三六个、六个、五百多、五百、五百。哎，五百。哎，不用多啊，不用多啊，买袂落我收啊。这大地三百多啊！我一地买你几十块啊！你买袂落，表示讲你唔爱吃三百多。我较有行情的啦，我好去问看卖啊，真正的。这大地呢，趋势的呢，五百了，我买啊无，五百我五百。我是收在一百，你啊要买一半的，要买较少的，二一五的，到尾要买二一五的。二一五。要买三地二一五，赶紧哦，一地二，两地二，三地二，我先要吃的，二一五了，两百五。拢有啊哦，安尼我扛了来。好来，安尼你要吃啥？来扛了。放进来就好了。好了，下样来，下样来，你给我讲啥？桌面上有喜欢的吗？你想要什么？哎呀，哎呀，蛋姐，哎呀，蛋姐，啊，啊，你无无点，你无买着高工，啊，是我的问题啊。来，啊，不是我的问题啊，来，刷你来，来，注意听好，我
我煮的剩剩我三千五，有要哪刷伊无？大题哦，高丽蛋雪，哦，高丽蛋雪，你甲我好请做一派三百以上。来，你敢食两题？有要哪刷伊无？卖千万八百，一题三百，两题六百，来，要吃六个变六百，五百了。比方说高丽蛋雪嘛，五百五百，啊，要抓饼哦。哎，抓饼。我面提过来，来注意啦，吃两块啦。我上一个便宜，什么吃？五百块高岭蓝鳕，保证袂求水，高岭蓝的，一块出来求水，做你广大铁钱，妹妹两块哦，来帅哥提起来，两块给你。来，这便宜什么吃？五百块五百。来，高岭蓝鳕什么吃？五百五百。来，我讲嘛。好，来这给你们搞定。后面拿起来是大片的，也是大片的高丽奶的，记得高丽，记得高丽。我们重庆基本我花你钱的，一天算一百几块，我不相信啊。餐厅基本一天包三百几块啊，现在我感觉我这个关系啊，三百而已。豆腐鳕鱼、红烧鳕鱼、青菜哩，记得个吃我的，记得个吃我的，记得高丽。全部来吃，四号人四条，五百了，五百五百，哎五百，高丽奶鳕鱼五百五百，五百。哦，录网录快呗，时间到了吗？量车计时到了吗？啊，到了到了，真的到了。哦，阿娘我跑到。嗯。谢谢，你看咱来。我先来讲一下哦，固定较大的一天四天是五百。我也希望我来收起来卖无输赢，五台我加一台送你啊，五百了，五百五百。哎，帅，我来接。我来个，我管了收啊，我加一台给你啊，你若要卖了我收啊。刷你刷你刷你啊！这大笔墨鱼啊！加个钱，加个钱，加个钱来刷鱼啊！来加两个，加个两个。来五百了，五百五百，来个什么吃刷鱼？五百五百，可以来取。大笔墨鱼啊！来个大笔墨鱼啊！两滴我看你吃刷鱼就济啦，三滴啦，来啦四滴啦，八公斤的，我先来讲一下哦，你讲的四滴五百，可以试下加一滴你啊，五百五百。加。然后先把刷鱼五百五百，妹妹，咱们大滴哦。一条哩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来四条哩，来五条哩，够什么价？这么大一片，妹妹，我先来讲一下，你刚你四条五包，这版呢够什么价？五包五包。它是鳕鱼的吗？一条哩，两条哩，三条哩，够什么价？五包五包。五包。这边够五吗？这边够五吗？五啊，这边。我来，咱来讲两条。收起来啊。哦哦，刚才用电话来叫两对，那我拄则唔是袂讲吧？电话来叫两对，来个什么车？啊，这边用得起啊？我是用得起个。哦，我买个五百五百，无啊哦，我出去收尔，你买袂敢好靠腰？我加送你一袋啊嘞，三袋四袋啊，四袋够你啊？我买个五百，加你一袋啊？不要喽，那我收起来喽，后头再跟来来。多给你们一片，你们买不下去的哦，那我收了哦。我收起来了哦，要收起来了哦，收起来了哦，真的哦，收起来了哦，去过了，收起来了哦，收了哦，收。礼拜二跟礼拜四我都去了，来这个片，五块块的黑片来，来冲多片来，来你今日冲多片，两个妹妹拍一个哦，一包十袋哦，哦，今日我讲唔是干炸一箱尔，我炸两箱，卖到春节一包十袋，黑芝麻的，冲抓饼，冲抓饼，一包十袋，我好在来拍一个上无三十块，十袋哦，你变三百。妹妹，第二箱啦，一百百啊，一百了，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创造饼干面，一包一包了，一百块，奖一包奖，一包，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创造饼八百块，八十了不？大家看两分钟，一包了，一百块，一包奖，上尾两包，我先买只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创造饼十袋哦，十袋哦，我先买只一百块，一包一包，上尾两个一百块，创造饼一百块，拢有啊，来，现在看到你来了，啊，好，你去变变，哎，要不要过鱼啊？你们要吃鲑鱼的吗？要吃鲑要讲哦。有鲑鱼有啊，盐鲑有啊，没完啊，有啊，没完啊。来，你要吃鲑鱼的吗？阿弟啊，这是什么鲑鱼？这是鲑鱼啊，哦，这是鲑鱼，这十四批啊，看好不？十四批看好不？因为有的人哦，你外讲有的人你要买物件，你先看数量，很多片哦，很便宜，外讲者。大地有大地行情，小地有小地价钱。你今我提小地，我去换一台拢八千，来，你看一下，十四地，一手就是加十四地尔，哦，十四批来，你今日要过两个，你要大地哦，大片的 ，OK 吧？这么大片，
比人大鲑鱼，来下面起来，我先来讲一下，现在加外块鲑鱼啊，凊彩一斤还要$400啊。来，你边要借人家，上头1000块，这个够哩，这个够哩，来下面啊，1000块1000块。鲑鱼剩最后两箱没有了，我偷偷卖完了，血剩最后一箱，鲑鱼剩最后一箱也没有了，然后啊，一只鲑鱼，我出门哦，这个物件不可能炸一箱两箱啊，见面出门就是8箱、10箱、15箱、20箱去炸，是袂敢存只。注意听好哦，这个够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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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唔相信这外口里边有这鲑鱼这价钱，才4点，上头这个够哩，这个够哩，来师傅啊，没有了哦，有机会吗？卖得掉吗？有，拼下去了。好，不要再给他们了，4点。好的呀。私人严选，看你看，私人严选。哦，私人严选的，几啊贵的？2、4、5，5片，5片，后面那些是大片的，先搞的，干杯，请喝，干杯，1000块，请喝，干杯，请，干杯，阿姐啊，看你卖边疆，你若感觉讲收贵，你跟我讲，我一毛这个我送你，这个我送你，这个够你，我不相信这半年你这有法切到一个100几块，我绝对不相信。你若切得到，你坐下来。来，你若有法切得到啦，这支啊，你坐下来买啊，这支你坐下来买，真正我无甲你抓，真正的。注意听好，全部只3、6个，6个给你。抢好，1000块1000块，可以。到尾啊，1000块1000块，阿姐干杯，1000块。你两个，我看你两个，看到阿你干杯啊。来，我讲啊，阿姐，我尽量啦。